呀，秃头一脸，秃头一脸，韩世卓，不是，你看那是谁？哇，韩世卓，我去，迷是你了咋？这俩难兄难弟终于又在一起了。咦，这不是在吐他，他嘴里吐他一嘴，咦，傻狗傻呀，咦呀，他在吐你啊！我，因为我们这个羊驼和那二哈本身就是好朋友，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，他俩就在一个车上，每天在一起，他俩待了大概有一个多月，非常熟了他们两个。然后每次玩的话，因为那个二哈性格比较皮，我们家冰棍性格也比较皮，他俩能玩到一起。就这次有两三个月没见，让他俩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又去换河边了。他俩没想到一会儿又是俩两个都是一身泥，回家洗澡洗了好久好久，